名模白欣惠与隋唐24号性感位选秀活动站台，曾经传出不和的双姝，这回也有默契的都以豹纹造型现身。被逼问起感情生活，两位名模更是有志一同，非常随缘。当然是很恭喜佳琪，因为我们都认识她，那是个个性很好的女生。那我觉得我跟唐唐的话，工作为主，现在我们就是把所有的热情都放在工作上面。不要因为我在这，你们这样子。你怎么知道是因为你在这？近来演艺成绩亮眼的隋唐，也不忘以学姐身份给参赛者一些建议。我觉得最主要的可以带上台的武器就是自信。我觉得女生只要配上了自信的话，其实就可以很漂亮，在舞台上就会闪闪发光。